2014中式米食产品创意大赛冠军得奖者波特杰蔬果烘焙高志健，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洪子修，恭喜！恭喜高志健以及洪子修两位，他们的作品是《偶像要你脚》以及《莲藕黑白菜》，还有《地瓜三重奏》。从他们的作品名称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所有的食材当中都是用在地的所有的原料，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品尝到新鲜、原味、健康，而且还多了很多很多的创意发挥哦！恭喜恭喜！恭喜二位，同样的，他们可以得到30,000元的奖金。一样，看一下镜头，台湾米谷粉，赞！哎，真的，期待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米食哈。Thank you.